I use jump style from the first form, basic shape. Oh,
way we got us up there, took us over. You don't move your body, this one shifted out of the way, and just bring your arm. Both of them was done in a way. I tried to punch. Oh,
ok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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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ern style boxing 成日都有閃避 always dot for instance if I hit him 打不打他拳 I hit him 這個動作出去是威脅他的在泳池裡面但是他打不打他一拳泳池在這個位置打他一拳一個動作
打的，我一共动作给你打的，我他走来打我的话，打我侧线去，他常常有这样，我打他呀，好像这样，他不会大回来再打的了，可能就这个地方力来对抗他这个位置，哦。在这儿用拳斗力的话，看这个动作，都从这个动作是吧？他的身体会往后的，这个时候，这个动作的话，这个动作就是。所以我们在这儿做这些动作，就是同一个时间啊，跟烧好像同一个时间的，这里面其实这些动作就常常用的。这个拍手不行，譬如他突然打我。可能他特人也会变的了，假如我的手不受自己控制的会往前再去的，假如我的手到这里，这手就到这里，他的拳跟着进来了，假如我这个动作这样做他还是打我的，假如我这个动作这样的，你看看我的掌面，我用这一拳也来不及的了，看看他打我的时候从这打我，我的球来不及了，我的手在上面的话我是这样的，我这个动作是打他的，并不是去挡他，挡他的是打他的，他打我的话我看见了，这手是这样的，我不是去碰他的手，我是去打他的，所以你练这个动作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刷到这样的，假如他抱我的，刚才我防守是不是非常他的这个位置，我就跟着他，其实人家抓着的手，你手这样转动的话已经可以了，我整条手臂对他一手指嘛，他这样抓我的话我刚才那个动作没用，防守的时候已经错的了，看看是不是，又是所以他的手回来了，一定有一手不会原去的，我看看啊，不管他哪一只手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他们起手人家的手突然到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就是刚才这个手来打你，假如你从这里拉回来太慢的了，他就这样，这是第一个动作，这个动作跟这个动作其实同一个作用的了，是一个动作跑到我这边去来，我从这里打出去是不是打这个位置，他要走的话我是从你手脚打出去，譬如他跑这边从这里手脚去打我，我从街里去是太远了，他要走这个位置，这条线走最近的一条线，这个动作通常可以如起手，他这方力很大，这个动作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动作都是两只手一起练，并不是两只手两只手这个美国左不就这样talking about principle of beauty. 哇，即係我攞到佢隻手，小令彈。譬如咧，我俾你一個彈就俾你一個前阻住下。我咁樣出去咧，唔容易噶。如果我要出去咧，我係咪要咁樣啊？要壓住先走得到啊？嗱，譬如佢喺嗰邊出一攔，係我直線啊。佢再喺嗰邊出嗰攔，我一睇完咗個領場咧，係咪你應該喺邊度打嚟啊？如果你一攞佢呢個位咧，佢啲手咧已經係唔容易打到。當然你攞得到麻醉帽添，或者甚至咧係攞呢一邊手，我攞呢邊手攞呢邊手，我唔想呢步咧根本就唔到嘅，我係要上攞正手，攞正手咧我咪睇咗邊啊，呢邊再冇手打我，但係咧綁錯咗呢邊，係咪唔見中有邊個呢邊我打我？所以嗱，你哋一講錯，人哋打你咧，你就喺呢個位上。相反咧，佢一打我咧，
呢一步咧，佢手咧仲多咗位打落去，仲使得行啲。所以咧呢位人咧就而家打落咧就走呢個。頭先嗰下咧，撐打咧就係二千人喺上邊，呢一下咧係喺下邊嘅。因為你間要空曬，你綁錯咗，人哋一插過嚟咧。上面個山係咪攞嚟打嘅？呢下又唔同我咯，佢一個嚟打我。咁我上邊呢度雙甲就多，即係關翻我。即係上面喺膝頭撞你，啊喺膝頭撞你。你睇下佢呢條都蹬起嘅，佢先使到使到呢度。佢呢個打落去咧，咁呢個時間你係咪使唔到咁使唔到啲身㗎？你將我攞入去啊！你將我有筋，你係咪使唔到身㗎？佢咧係喺呢個設位度打，因為咧佢啲上手冇嘢打我，因為佢掹住我啊嘛，一掹我撞啊嘛，就係呢個咯，起唔到，底下起唔到撞。咁咧，或者你見到佢後面有牆一托，係咪將佢嗰個頭撞落埲牆度啊？我想話俾你聽，冇啊，通常你用乜後邊嘅環境去打佢，打對方。譬如我咁樣佢碰到個線，我咁樣佢碰到線。咁我托唔得，冇得線。